你们得帮我个忙，淘淘超级怕你们，他有蝴蝶恐惧症，是那种非常非常严重的恐惧症。我知道，但你们看，这是他的房间，所以他需要住得舒服。我现在需要你们搬到鲜花嘉年华房间去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们喜欢那儿呢，那你们为什么想要待在这里啊？原来你们是在给恐龙带保温哦，所以你们回来是想保护他们。哦，我得走了，他们随时可能出生。待着，别动，我保证在淘淘离开后，让你们好好看看恐龙宝宝，好吗？